即係反而對嗰位即係 T 字球嘅網友，可能不過呢度佢未必睇啦。咁可能星期五嘅即係咁啊，圍爐可以即係講下。譬如之後都有一位網友下邊留言，康正咁嘅態度，咁踢爆就唔係幾好啦。唉，圍爐我諗，唉咁啊，都依家都即係慶幸係上咗軌道嘅，佢已經嚇咁啊。可能圍爐我要減一個星期，咁啊點解咧？咁啊星期五會做，因為下個星期啤梨唔喺度。咁啊，啤梨唔喺度，咁啊，我又要揾嘉賓，咁啊，你知嘉賓尤其新年佢期間唔預約噶，即係有啲又去咗旅行啊，咁啊，哦，咁啊，誒誒，無謂開啊，佢開啊，開人哋個名啊，即係你話，如果你話有 hater， 但係個 hater 就事實上佢又，我又分唔清佢 hater 定 lover 喎，因為佢又好中意睇嘅節目，但本身佢又。大家個思維又唔係爭好遠，我又唔會即係點樣講咧？我又冇啤你衰啲嘢，啤你會無視人，但我又唔會係當咩，即係初初會有少少介意，後尾依家都冇當係咩一回事。咁啊，反而有時會多謝佢添啊。咁啊，你咪變相係幫到佢宣傳。不過就澄清啦，啊咁啊，從來我都唔會係即係嚇打女人嘅。啊！偷錢佢更加冇，得我借錢，佢俾人係咪？人哋唔還錢，唔信問側邊好多，甚至網台界啲人佢都知道。咁啊，但係即係講翻，因為下個禮拜啤你二三四五都唔要揾嘉賓，好咩㗎？好，即係又要大家夾時間啊，就時間有啲要錄影啊，哇唔容易咁啊，又要安排埋嗰個賓單。之前即係嗰幾次啤你唔喺度啊，做埋圍爐係好辛苦，好辛苦，好辛苦。可能即係乘機都要咁啊！下禮拜可能三五嗰兩集嘅圍爐都要減下。如果唔係即係，唉乘機咁啊！等我嗰兩日即係減咗圍爐時間，我都要準備啤你漫步。唉，咁啊，然後就再諗下啦嚇。咁啊，當然即係，唉咁啊，我又唔想阿百喜哥同阿泰哥佢失望啊，所以都諗好多咁啊，要繼續考慮下。但首先都係多謝大家，無論係即係咁啊。即係最近分析啦，咁啊，啤你頻道啦，或者圍爐頻道都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或者喺其他嘅友台嘅出現啊，咁啊都係即係感謝大家佢支持嘅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就即係差唔多，咁啊都多謝大家花啲時間聽咗我發牢騷啊，咁啊都感謝佢大家。咁啊，我只係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唔需要贊同我每做一樣嘢，不過就諒解一下就 OK 噶啦。好，咁啊，對，多謝，咁啊，拜拜。